谢谢。努力工作是没错，但是你也要照顾自己的身体吧。让你下水就下水啊？怎么啦？心疼啦？这也没什么，不是为了拍摄吗？别人都不愿意去，只能我去当替身了。这还叫没什么？我告诉你，许清幽，以后你再不注意自己的身体，家法伺候。我知道了，你别生气了，行不行？要不然我将功赎罪。哎，哦对了，我现在好点了，我预定了植物园餐厅，要不现在我们一起去吃吧？你今天哪都不许去，在家好好休息。哎呀，那是我精心准备的，说不去就不去了。你看我现在其实什么事儿都没有了。现在还去吗？你别碰我，我流鼻涕了。给张纸。给。给我吧。再喝点水。